姐妹们来带你们看看啊，这个六米的清明上河图，这个跟二十二米的就不一样了。二十二米的沟边少，这个六米的沟边多。二十二米的有47个颜色，这个有多少个？有78个颜色，这个有78个颜色啊，沟边也有点小多啊。不过对于你们手工特别好的姐妹啊，这个就不是难事了，因为颜色越多绣出来证明越好看啊。这是六米的哈，我们来走一圈看看这印花怎么样。印花效果都不用怀疑的，特别好。这个虽然颜色多，沟边有点小多，但是绣出来的话相当漂亮，很漂亮。22米的清明上河图吧，它没这么难，小人要勾边哦，这个小人要勾边，然后这城墙也要勾边。来，让你们看看小人勾边勾哪里？看看这马车呀，还有这人跳着敲锣呀，这都要勾边的。印花效果特别好，这个图看上去立体感非常十足。就是新手就不要挑战了哈，如果你们是老手。这是绣得特别好的，绣工特别好的，这个可以挑战一下。这是六米的，不过六米还有一种，它是小人不用勾边的，这个房子必须要勾边哦。还有好几种呢，喜欢的姐妹可以看看哈。